半生过劫，选一个心态放心放。我成功哦，我成功吧！踮在师傅的身躯边，遐个师兄哦，拢一定有发威啊！所以这次哦，放心放出书，绝对是叫我成功吧！哎呦，真受袂当到嘛！师傅哦，目睭唔知是安怎哩看，判决内面迄上万万，搁上万五个，就是迄个强子啊！既然叫伊心态放心放。三里来，我实在看不出来啊！所以哦，我就四处找找伊麻烦，爱强主呀，我予伊身外世界。但对伊踮在世界的所在，少年该到帮忙，我就该唱反调，我来帮助对无？请请哦，各方的四路神仙。哎，当家到帮忙，现在这个琼斯家哦，实在有影好高名，拢细腻多心哦。这次这是好雷，下山里来，踮在阵地所在，死在暗影的手头。我明仔算将是威灵圣庙的门徒，安尼不如趁这个机会来去找找威灵圣庙，明仔山里去会当替伊门徒报完仇。